我可以帮你，但其实这边也是Sam回馈各位，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大团队、大家庭了。我在交朋友很简单，就是正面能量的人，没有心机，共创未来，就这三个字。 好，下一位是中道文化的陈侯宗还在现场吗？离开了吗？好，下一位是最闪亮的亮生活有限公司彭中白创办人执行长，这是我们应该大家如果耳熟能详，彭中白是知名的主播。 知名的媒体人，知名的最美丽的主播，那我们一起来拍一个照。我们也是，你是用 iPhone 还是用三星？那我送你一个，你想要红的，今天要换的，红的，要哪一个？这个哈，那我们送他一个钢铁人的盔甲，希望他可以强强壮壮，身体健康。 谢谢，这边，来。那我们让那个彭主播为我们讲一下话，因为大家知道主播的口条非常好。那彭主播、彭执行长他本身有成立一个量的一个团体、一个群组，那来帮大家解说一下。好，谢谢Sam今天邀请我们来哈。 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，我希望能够用，就像你刚刚讲，用正能量的方式，透过新传媒的一个工具，让人们能够更多更快的、更有效的去学习跟吸收到，在现在这个未来时代，我们应该知道的一些知识。当然，也包含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在商务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。 但更重要的是，其实要让我们能够跟上这个时代。就像你今天很多的科技，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，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舒适啊，或者是说更生活可以更科技化。但是就像你说的，最重要的是人性的这个提升啊，在精神层面，在健康层面，在文化艺术的层面，其实要让我们能够均衡发展。 所以，我们提出了一个亮星球的计划，希望在这个星球上面的每一个生命、每一个细胞都能够自己点亮自己，同时能够让整个星球亮起来。所以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各位在各个方面能够来合作，尤其在产业的领域合作上，让大家共同把台湾最好的一面能够发挥发亮，让大家知道。OK， 谢谢，那个你握一下手，来。 OK， 谢谢。那我们再抽下一位得奖者是。